啷啷啷一声，数雁归正，问好了三下，怎么正本名？要问我单的要哪一个，这诸位不知慢慢的听，咱不说西来，还要不论东，还接着盐城老包拿他洛阳城。说唱到包大人南茶园坐，南茶园重生人，这暗一中明大明南家里替山官道，实际上要去替龚秀英，包相爷他还不明真相，现如今包大人还在府中忙呀，提牌官就起来了，真正的官包。山官宝就来到南茶园中，书回问我不把别的人调，但表表南京城的山云清山官宝就来到了大堂以外，惊动了令人喊高声山官宝就叫监禁组李狗暂时回到南疆而去，他单人独骑进了院门，一瘸三点往前行走，穿崖若远，来到了大堂以外，就听令人高声呐喊，犯人山官宝逮到。这一嗓子喊到大堂以上，惊动了女扮男装的龚姑娘龚秀英。龚姑娘也上说道，干爹我下堂一会儿。小王千岁你暂时下堂去吧，传达南京城的上官道上堂。相爷有命，上官道上堂。罪人上堂去了。
他下，迎接那个官宝，他家相公。包相爷在大堂山虎目看。今天要准备重审这件案情，明大明的提上官报，世界上暗地里难言要替公休应，实际上包大人并不明真相，包相爷现在还在那个府中啊。包大人大堂掀开过目观看啊，堂下走上来这个人一名，上来的可不是一个女刘备，上来的本谁家温弱的书生，俺俺的不把别人怨，埋怨俺我的干儿人一名，干儿媳替你把奸来做，为什么又有个男的上了堂厅来呀？被提来的不是俺干儿媳妇啊呀！也不知到底是咋回事情，咱不说相爷。三一问我再说姑娘叫龚秀英，龚姑娘迈步来到大堂一下，看见了自己的龙相公，看见相公这个样啊，龚姑娘不由得伤心，她又心疼啊。相公，龚姑娘有个相公，叫出了口，大把个山官宝给叫愣怔，山官宝这时睁眼看啊，面前呢就站着千岁公啊，有一个小王千岁。就在我的跟前站，山官宝忍着伤痛跪在柳平来呀，咋嘞？龚姑娘你换衣裳，这几天不见他又忍不了了，磕头着嘴犯官宝把千岁见，小王千岁还尊又称，小王千岁你把人认错，为什么这男女你都分不清啊，咱俩都是男子汉，我的小王爷呀，你为啥张口喊我相公？
我小王叫啊啊啊啊，你看看围棋我是哪一名啊，我本是功夫的大姑娘，我就是替你去搬兵的黄秀英啊。万把闻听猛一愣，再叫声山安琪，你是听龚姑娘一说她是功夫的小姐，上官宝啊这时候可着都懵一样的仔细看，嗯，就是，哎呀，贤妻真是你，相公真是我，快起来。龚姑娘把官宝一拉，拉将起来，一声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替我东京搬兵才走几天呢？啊，你怎么当上小王千岁，穿上这身衣服了？哎，相公真是一言难尽，还是到大堂一上见了咱干爹再说吧。”好，小姐说好便好。龚姑娘就搀着上官宝来到大堂一上，但见上官宝慌忙磕头一声说道：“罪人官宝参见包大人。”龚姑娘这个时候也不拿架子了，也不装了，你看她现出了本性，飘飘一拜：“干爹在上，干儿媳这厢有礼。”好一个乡野保民工，大堂一上闹嚷嚷啊，这个男女口称三人上官宝，小王千岁做女他呀，这把干儿媳妇成啊啊，捉妖相怪，原来你真是个女流。干爹叫你老人家见笑了，哈哈哈哈，没想到我的干儿媳有这么大的本领，自然如此，干爹我啥也不说了啊，但等着咱们回京之后，八部金殿我一定要奏明圣上，大料我主万岁也不会怪罪于你。
多谢干爹后来为俺开脱。罢了罢了，干爹，事到如今，你看你家干儿来到大堂一上，我们夫妻也见了面了，你老人家也明白咋回事了，叫我看不免叫你家干儿下去大堂，到了更衣厅，我们夫妻把服装换换，不知干爹意下如何。哎呀，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来人，见过大人，快把萧王千岁和我的干儿媳领到后官子更衣厅。更衣这边，萧王千岁姑娘请。就这样，夫妻二人下大堂前去更衣，这话言讲不着。单说狗官梁顺清见此情景，糊里糊涂的，我的奶奶耶，这单官宝弄了半天不是相马，在大堂上跟包大人相认的呀，他叫他干爹，他叫他干儿。哎，弄了半天那个萧王千岁，谁知道是单官宝他老婆功夫的公姑娘。这一回梁顺清，我个窝囊带可囊，外家死亡，我活不了了。小狗官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害怕，再也坐得不住。你看他从那椅子上嘣就双膝跪在大堂，口称：“哎呀，相爷饶命，相爷饶命啊！”顺清啊呀啊啊啊啊啊，自杀的鬼在天外，胆战心惊，跪在大堂磕头想几千米呀、啊、我连把包大人叫上几声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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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叫个梁顺清，这要是包大人饶了我的命，一辈子忘不了包大人你的个恩情啊。包相爷闻听我目瞪，我连把狗官俺叫你几声啊啊啊，身为这洛阳县一县父母，狗官你官报私仇葫芦万幸，敢等我让干儿他换好衣服来到这个大堂，再问你的案情。咱记住大堂啊，咱切不表，俺再说单官宝和龚秀英啊啊啊啊啊啊，这丫鬟春红也跟在后，不多时这才来到更衣厅，丫鬟包袱打开了，龚小姐慌忙忙把官服脱下身形，小王茂慌忙去下
他就在接下来横清玉带哟，脱袍大红啊，上边的朝靴忙脱下呀，露出来三寸的金链一拧拧、黄姑娘就把官服脱下，再叫声我的弄相公，叫声相公别怠慢，来来来相公快把官服更，官不闻听摆摆手，再叫声小姐女士听啊。官保说贤妻你们瞧瞧，我浑身上下上下浑身伤痕累累，俩腿掏开，我穿官服不行啊。公姑娘一声说的相公你莫要害怕，你身上有伤我身上有药，拿过来浑身上下一擦，刷十四间我家相公浑身的伤痕就会痊愈。哎，官保说小姐你本是一个女流之辈，哎，你又不是先生，你哪来的这么好的药呀？相公你要不信稍等一时，来快一哎。官保说贤妻咱俩虽说是夫妻，可是并没有拜堂，我怎能叫你为我治伤？姑娘那个粉面一红啊，羞羞答答，相公咱俩都多大了，十八九岁了啊，事到如今还有啥可来躲避的？相公来吧，丫鬟伺候了。说好便好，丫鬟春红也不害羞了，心里想想早晚我也是你老婆，干脆把衣裳给你脱了擦吧。丫鬟春红说着上前就给单官宝把衣服一解解开，单官宝就羞的呀，面红耳赤，那个巴掌打的上的脸红能狠，那真是一红红的老母说再往底下红都看不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封建社会别看是两口，也是男女有别，手手不亲，感到害羞啊。但这把单官宝的衣服一脱，脱过之后，公姑娘龚秀英哪敢怠慢，把手插在怀中，就把从到天堂一上得过来的仙丹拿在手中，给他家相公可就擦浆起来了。哇，好一个千金姑娘的龚秀英，不顾羞耻救相公，日里仙丹拿在手，给他把相公治伤情。龚姑娘就把仙丹拿在手，在官宝的浑身上下擦大胸，只见他从头这至尾擦了一遍呐、嘿，上官宝浑身的伤痕呐、就好干净啊，那嗨嗨嗯啊嗨，那个呀嗯啊嗨，那嗨嗨嗯啊嗨，那个呀嗯啊嗨嗨嗨。为啥嘞？这是一粒仙丹呐，头里擦过去后边都结搁这儿了，再过一会儿大手一不拉，连一点疤都没有。那有的说单官宝大腿上被神里偷了俩血窟窿，那也好了吗？那仙丹一擦擦擦过去之后，叫你瞪着俩眼瞧着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那肉牙子都朝上边呲呲叫的长，一张张平看好，平稳稳的，一点疤都没有。说一说，啥叫仙丹？就好成这个样啊！把单官宝浑身的伤经一治治好，相公起来吧，没事了。嗯。上官宝站起身来，你看下来床，就是觉得身上光溜溜的，再一瞧，
身上的几粒眼连一个也没有了，连个黑板也没有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是哪来的这么高的药？相公，一言难尽，这是为妻得来的一粒仙丹，你放心吧，再大的伤我都能治好。哎呀呀呀，小姐，那个太好了。相公，别说了，赶紧穿衣裳啊！大堂上见咱干爹，后来咱夫妻再慢慢的说，我才把事情的真情慢慢的告诉你。好，小姐，说好便好。上官保姆敢怠慢，你看头戴小王帽，身穿大红袍，腰系横青玉带，双脚蹬上立水朝。这时候你看有丫鬟春红跟公姑娘带路，上官保撩袍断带，可就上大堂去了。
三人陪伴我的丈夫他，俺夫妻欢欢落落不应声。红姑娘越想越高兴，再说丫鬟你这叫个陈红，这个陈红心高兴，他走着是又拽膀子又哼哼，看起来丫鬟你这有福气呀、啊、到后来我也婚配千岁公、啊啊啊、他们这可想心事来到大堂上，大堂上见俺大俺爹看你行啊啊啊。单说三个人来到大堂一上，慌忙飘飘一拜跪倒磕头，口称干爹。包厢也说罢了罢了，干儿官宝一旁落座，坐下谈话。多谢干爹，现在小狗官跪在大堂已经下来坦诚一坦你了。你看山官宝一声说道，干爹这个狗官不能轻饶他，他正官报私仇，把孩儿问成降马之罪，这一次若不是碰见我妻龚秀英上东京替我搬兵喊冤，哪还有山官宝之命。好，干儿你只管放心，狗官我来问你，为什么把我干儿问成降马之罪，还不从实的叫来。哎呀，包大人，小王天水饶命，只要是饶我的性命，我找我找狗官，快快找来。梁知县现在没法了呀，他只得跪在大堂磕头，包大人，小王天水，哎，我错了，你们听啊。我连把包大人还尊又称，你要问我为啥把他问成降马罪呀、啊、你听听下官我细找分明啊啊啊啊啊啊，进京赶考，那山尊当了主考公，没想到山天官误了我的壮志呀。梁知县那时候难中功名，紧把他慢把他掏钱把官卖呀，我用钱赚了一个七品城，七品县官做了洛阳县哪呀，我才这个做了那个洛阳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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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想山官宝来洛阳地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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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主子性命，官保他就对我讲，我才一正闹心中，原来他是善君之子呀，我官保死仇要杀那个善云清、啊像马醉，哎哎哎哎！我把这个山官宝酒问成了罪名，大堂以上他不招供、哦，我就在公堂以上给他动了酷刑。官宝听不着刑法，他就招了供，大堂在以上。招了口供，我给他定下十八天热案，要拿到西门外去问斩刑。那料想公姑娘他搬兵将啊呀，搬来了大人保命公。我官保私仇这些事呀，啊啊啊啊啊，大人还请这包大人你把我宽容，小狗官从头至尾叫了一遍，可咋咋闹坏相爷老包公，包相爷包相爷一听，冲冲冲，拿上狗官两顺枪喽！你口口声声叫饶你命，你先是杀了单云清，你官到死囚不当人。我叫你狗官难活成啊，叫一声王朝河马哈马见我大人，你们这把狗官拿下呀，给他杀西山，天就黑了。恁想想，相爷从汴京发过来兵，一天半天没歇，只忙到现在。再说，传令抓龚秀英的娘吧，现在已经天黑了，也无法审案，就传下一令，退堂。这一回，众家人也就散了堂，包大人就回到后馆子休息。简短解说，一夜孤话过去。
到了第二天天一明，包大人早早的吃过早饭，又升大堂，八口一张王朝马汉来人伺候大人，正用你伺候，我赐给你一支令箭，点起500匹马，去到达广府之内，去把那王石老高明给我捉拿归案，还有那两个恶门军广龙广虎之名，两家总兵官领领在手，这回点起500兵将到达公府，要捉拿公秀英家娘。暂且不说，单说老相爷又拿过来一支令箭，一声说道：“张龙召回来人，伺候大人。”张勇的伺候，本想给那一支令箭，点起500兵马，速速到达大王庄，给我捉拿半吊子王虎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这时候，张龙、赵虎两个人也点起500兵马，上大王庄捉拿半吊子王虎。诸位，如果这一回不去捉拿王红，龚秀英他就白话不提，这一回去捉拿他姐的个人下专书包大人，他难离洛阳，再想回汴京可就难了。工农工夫一看大事不妙，就来到堂楼一上，慌忙跪倒，见过老奶奶大事不好。王氏老高明说：“哟，嗨，二位门君，恁两个不把守大门，慌里慌张来到堂楼一上，
禀报的合适。哎呀，老奶奶，咱府门外边都来了兵马，把他功夫团团围住，口口声声要捉拿你，上南杂院去见包大人呢。嗯，门君，恁待怎讲？老奶奶说包大人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，坏事了，这是哪个该死的把老包给搬过来了？这坏了，定八成拿我为了打他干儿的事儿。哎呦，当初我们两家定亲的时候，老包的媒人呐，那个包黑子那三口同咋可是好咋咋的，这可咋办呢？这王氏老高明又一想，俺兄弟也参与了呀，万一他再捉拿俺兄弟，俺王家可就绝根了呀。二位门君，老奶奶咋办？去给我把书童换过来。是，你看两个恶门君下来堂楼就喊小书童，小书童不多一时来到堂楼，见过老奶奶，换小人，哪边说财哪边说用。书童，给我粉儿过来。是，老奶奶。老太太对着小书童的耳朵如此这般如这般如此，你快快给我找办。老奶奶你只管放心，我马上动身啊。小书童下堂楼而走，有的说老太太说的啥呀，一会儿您都知道了啊。单说老太太，你看她哪敢怠慢在世，她楼一上慌忙头戴凤冠，身穿诰命服，拄着拐杖，咣啷咣哐，老奶奶头前带路，那老奶奶我要到府门口看看去啊。
时把眼一瞪，和尚那小妹来逞能，正敢来到宫府外，来到了我的府内来捉情。王朝马汉等等人，俺且问你可是那老高明？王氏说不假，真是不假，老娘我正是王高明。王朝马汉开言道，叫一声官兵别消停，叫一声官兵把手动，把这个老七婆上绑绳。王氏一听冲冲动，再叫公夫和公路叫一声，两个门军把手动，那一个要动了老奶奶叫他上残生啊呀，这两个恶门军要往上闯，他要杀王朝马汉儿兄弟，没要问结果怎么样，下一回书中咱再接着听啊。